非一般咖啡，大家好，我是 Thomas 郭晓东，我爱咖啡，咖啡爱我，对我来说林志玲，管他什么事啊。在我桌面上呢，有四杯不一样的这个咖啡，而这四杯咖啡呢，其实呢我们在外面很容易买得到，在便利商店啊，在油站也可以买得到。今天这四杯咖啡我先讲哈，都是黑咖啡，我会一杯一杯倒出来，我来喝了之后呢，我来为你们测一下它味道里面到底有掺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而这四杯咖啡到底什么人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比较适合喝？好，第一杯呢，这杯咖啡是来自 CU 的咖啡，事不宜迟，我们来测一下这杯咖啡到底味道如何。好，先倒出来哈，哒哒哒哒，要讲啥？哒哒哒哒。从颜色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哈，它的烘焙程度到底需要多少？从这边可以看到哈，它不完全黑色的哦，它带点褐色，带点茶的颜色，证明什么？它不是很深的咖啡，喝的时候不会很焦的感觉，喉咙不会很痛，所以韩国咖啡 OK。健康，喝之前呢，先闻一下它咖啡味道。风味是很十足。OK， 这杯咖啡我可以讲是已经是一两个小时了，对不对？一两个小时之后的咖啡好不好喝？还可以哦。但是哈，如果你是不爱太酸的咖啡的话呢，可能 CU 咖啡就不适合你。它是这样子的，喝上去的时候呢带酸，吞下去的时候呢带苦，你不会感觉到喉咙痛，因为它不是生培的咖啡。可是我觉得这个咖啡很适合上班族喝，而且可以多喝，一天喝两杯 OK， 不会很窄的感觉。 OK， 这个便利商店呢在我家下面就有了啦，然后我买过很多次。坦白跟大家讲，这家咖啡目前来说我是还蛮 buy 的，还蛮喜欢的，因为他们的咖啡虽然说不是很品种很好的咖啡，都只是现磨现泡给你喝这样子的。Maru Cafe My News Coffee， 试一试。哎呦，看到吗？颜色，各位朋友们，刚刚跟那 CU 咖啡的颜色是差不多一样的。OK， 泡泡也比较多。有时候从泡泡里面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它的 protein 的那个成分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新鲜的这个程度，到底需要多少？好 ，honest 跟大家讲哈，对我来说啦，这个香味比较好。OK， 我今天就buy它哦。原本我是要buy My News Coffee 的哦，可是我今天喝到这个比较好喝哦。Surprise！ 可是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就是有一个咖啡 kick 的话呢 ，My News Coffee 是还蛮好的。对，因为它的豆子其实是用 Robusta Coffee，Robusta 还有 Arabica 加在一起啦，啊 ，mostly 是 Robusta Coffee。目前来说呢，我是喝到 CU Coffee 是那个风味是好喝过 My News 啦，但是呢，我很常喝 My News Coffee 的，对，因为它很方便，而且那个 kick 是很爽的。OK， 然后可以打回去吗？接下来呢，还有 Costa 的 coffee 啊，这个 coffee 呢，每一次我去打油的时候哈，都会看得到的。然后呢，很方便买，可是它会比我桌面上这三杯咖啡比较贵一点点。Costa Rica 是一个地方啦，但是它豆子我不相信它是用 Costa Rica 豆子啦。OK， 哒哒哒，哎呦，颜色更淡，看到吗？颜色很淡耶，这个我还没有喝，我就可以立刻跟你们讲，如果你很常喝传统咖啡的话，你买这个的话，你一定会不喜欢它。好，我们先来尝一下，那么淡的咖啡的这个颜色的味道到底是如何呢？我再跟大家讲哈，我之前呢，我在学咖啡的时候呢，喝咖啡要怎么去立刻尝到它的味道，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学的东西哈？你们不要学哈，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就是呢，喝的时候好了 ，Costa， 你水加少一点点，可能水加少的话呢，大众会比较喜欢啦。但是哈，像这样的味道呢，很多 Europe 的人很爱，他们不喜欢喝搞搞的 coffee 的。只是马来西亚呢，我们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呢，很常喝传统咖啡嘛，都是喝很焦、很哦咖啡哦搞搞的味道，因此呢，我们喜欢那个 kick 的感觉啊。它的味道是有，它的香味是有，可是它后面的那个 lingering 啊，那个回味的感觉是不是马来西亚人可以接受的味道？好嘞。那最后一杯咖啡，哎呦，最后一杯这个 Family Mart 的 Coffee， 好，马上来看一下。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机会啊。好，从颜色呢，其实也没有说太深的颜色啦，这个颜色。
我觉得当然咖啡呢要趁新鲜喝是最好喝的，但是哈，有些咖啡哈到它冷的时候呢还是有它特别的味道的。 Family Mart 它冷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越来越淡了我它的味道。我再试一下哈，我原本我是还蛮期待 Family Mart 的 coffee 的，我可是它还让我失望的。我为什么啊，我直接喝完一整口看看。哎，所以目前来说我的排名是1、2、3、4，四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先跟大家讲哈，如果讲到咖啡的话呢，我先跟大家讲豆子的部分哈，因为市面上有分成三大种类的豆子， OK， Robusta、Arabica 还有 Liberica。 Arabica 呢就是市面上很多人用的这个豆子，比较精品的比较贵的豆子。那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第三个波浪第二个波浪，就是很多的一些咖啡业者会拿 Arabica 作为他们的这个特色咖啡馆的这个豆子作为出发点，因为 Arabica 的豆子是很难种的，它很敏感，它很快坏，可是它的风味是十足的。那 Robusta 呢，哎呦， Robusta 就是像爸爸一样很刚阳刚的感觉，然后呢不容易就是 defect， 然后它可以在海拔就是很低的这个海拔底下就可以种了，可是它的味道，哎呦，就像 Kopi O 的味道啦，你可以闻到一种焦的味道，有烧焦打压的味道。一喝上第一口之后啊，哎呦，做事情啊，晚上啊，哎呦，还有一个豆子是什么？ Liberica 豆子。 Liberica 豆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身为马来西亚人很骄傲的豆子，因为在马来西亚有这个种植，那在 Johor 也有这个种植的部分，然后它是很稀有的豆子。基本上呢 Liberica 豆子呢，如果你喝的时候呢，它会有榴莲的味道的，有一种南瓜的味道的，就很像 Tropical Fruit， 很马来西亚风味的味道的，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OK，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让大家了解到就是咖啡的品种，还有就是便利商店买的咖啡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那下一集呢我们继续聊咖啡，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那我们下一集见，谢谢大家，拜拜。